出发之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园区的柿子，哇，红透透，你看，你看，放镜子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香蕉皮要去采访瑶池瑶娃娃，日系美少年，真的好帅哦，对吧？哦，他最近那个新曲《昨晚潜入离奇星球》，最近真的是一直在单曲循环。他的词也是自己写的吗？就是词写的真的，是啊。我们同事在欣赏我们瑶娃娃的美照。好帅呀、啊！就很二次元啊！哦，这一张，小玉哦，他映照真的好帅啊！对，因为他五官就很立。然后他最近新剧《放学别走》演一个校园剧的学长未来，哇、哦，日系学长风啊！这张穿着校服，哎呀，想起我们匆匆的校园时光。哦，我没有这样的学长，我没有这样的学长，我们都没有这样的学长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去见他，等会让他欣赏一下他的新曲，等会见，拜拜。吃瓜不吐香蕉皮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瑶池。我看见悲伤在你瞳孔里燃烧，挣脱逃跑的念头在脑海喊叫，就是这一句，你有印象吗？我看见悲伤，看见悲伤在你瞳孔里燃烧，挣脱逃跑的念头在脑海喊叫。谢谢，好想把这些拍的有录影给粉丝，在旁边哭，在旁边真的是这双眼睛水汪汪的，这么一抬眼看着你受得了？我受不了，受不了，那就下一张。我下一张，下一张是比较甜美一点的，自拍。哦，不是。帅气一点的，对不起。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张，下一张是他利用那个道具，他很会利用道具来摆拍。还要再感叹一下，他真的不愧是青春有你的颜值 top 吧。就我知道他很帅，但是你亲眼去见到他的时候，还是被他的长相所震惊。然后跟他交流半个小时，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有自己想法的一个男孩，他有他自己的世界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男孩，而且性格还这么好。他跟他工作人员啊关系都挺好的，然后希望大家也继续支持他，他真的很值得你们喜欢，然后期待我们正片，下期见，拜拜。